寺庙啊，第一个啊，其实寺庙第一个就是它的地理位置、它的历史、它的建筑、它的装饰，拜，再拜。那汉武大殿这中间有一个拜堂，拜拜的平台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祠师庙。最右边那个题目叫做乾隆跟乾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接线的这种花或材料。中间有休息的时间，我再给你看一下，这样简单的讲，好到大，用哪里？这四个面，还有它的这个，你如果没有手心，你说它这个一定低调，好高，两个来，对，你用，你先用这个粗一点的，这边这里呢，你就是稍微让它水大概45度，然后轻轻的画过去。这里呢，我们只要把那个你觉得床窗或是很尖的那个感觉，把它去掉就可以了。然后边缘，来注意看边缘这里，你就轻轻的这样转换，让它变成有点圆滑就好了。你要一次沾很多，然后一直刮来刮去，因为这样会越刮越多，然后越来越。然后尽量不要渗到上面，对吗？那我们这样，然后你也不要说我说少，你就用的太少，那就是到时候我们等它干之后，我们待会再裱的时候就能上第二层。不要压很大力哦，稍微做，因为待会我如果上水之后还会再照顾。你轻轻的就好，不要出力，让那个水轻轻的沾到上面，不然你的纸等下会要花很多时间才会干透。好，轻轻的就好了。你这个动作是要把里面的空气赶出来。今天如果这个纸张越大张，它这个步骤会越难做。好，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呢，这是快装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先把它磨碎。我就慢慢往软力，慢慢的这样搅，好，它就慢慢变碎。好，来，你就是一点点加一步，一点一点水进来，不要，然后把它，啊，对，一点胶加进来，然后把它混在一起。它是要让这个胶跟颜料充分的柔合在一起。对，那我都点一下胶就好了，因为你多的话，它就会整个吸收了，那个糊粉就会被溶出来。好，就让它就是整面再吃到胶，好。再过来，就有点低调哦。分钟，就先这样放。好，先放。
那这个热水的时候就是要把杂质释出的水分倒掉，你只需要留一点水在碟子里面，揉开，你们看它化开了，小细的部分、小的部分，你要把它全部揉开，可以哈。很好的动作，我的速度，每次都回来沾点料。第一层跟第二层有一点交叠，我是一个接缝的上层，好，因为我到时候就会是。最高的技法，好，那这个会模拟，这个在日本是常用到的。那台湾的话，在宫庙里面、寺庙里面，它会用粉线或是漆线去代替。好，那我们用的是就是交彩绘画的这个技法，好来做这个飞镐的部分。好，好，那下一半就是这个部分的重点。好，那基本上，我们现在买的这个是上部分，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大众在用的这个部分的。最高的这个材料，那有些艺术家他会自己做这个最高的部分，所以他会把可以分段这样子做，因为你的手没办法一下子拉那么长，对不对？就分段，好，把这个线条转上去。多一点也可以，总之不要少，可以哈、哦。那一样，你在这个渗透粉拿到之后，我们先稍微把它压碎，因为可能会有就是水汽结块的那个部分，稍微这样做，好、哦。然后一样用你的纸布画圈，慢慢来，好、哦。好、哦，第一层先好像有点像是很薄的平涂一层的概念，一层不要积水。好，我先把它的粗细确定，可以好。个人会分100张金箔给你。好，那我们在贴金箔之前呢，我们要先进行第一次的舌胶。待会我们会，这个是我们调的一般的浓度，对不对？待会我们会把它稀释，好，那至少会稀释三倍左右。现在你们要贴金箔的部分，全部薄薄的上一次胶水。我现在是不是要贴在这个线上？可是我在画的时候，你就是画到旁边来都没有问题，看到吗？不靠近就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直湿湿的感觉。这样就好了，你不要再去动它哦，因为有可能你吃的时候你再去动它那个部分会被吸起来。好，然后你随时保持你的笔的这个湿度，好，再来，沾完之后，你看这样是不是积水了？没关系，你就用笔尖把它沿那个胶水吸掉带走。待会从这个米酒水上泼过一次，底下接触到就好，不要整个泡到里面，把米酒水溢上来到金箔。所以就是这样，看一下哦，这个你就轻轻的泡着泼过去，在碟子边缘合起来，它有没有吸住了？然后呢，在这里稍微吸一下，把多余的酒水吸掉，放着慢慢干。第一层要先上完，但是把它干，然后再做第二层。好，你看哦，现在
第二层上去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贴符的时候，旁边都把它上过去，有没有？有的面积要很大。对，你不要害怕旁边，你不要上的刚刚好，绝对没有刚刚好的事情。它就贴上去了。你的手别去改，当好。好，然后动作要快啊、哦。有没有看到吸住了？嗯，那已经手都没有任何的动作。到上色的部分，好，那上色的部分呢？我们会先把那个多余的金箔去掉，我们待会会用白色的颜料，全部再铺一次底，我们只会留那个线的部分，或者是你如果是块面的话，就留线跟块面，就是有贴金箔的部分。那其余多的部分，我们就用这个白色颜料盖掉。看好，你先